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是新约的执事。上帝所要赐给你丰盛的那一切，以及他早就涂抹你一切的过犯。让我们直接来看圣经经文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。上帝真的想要给你丰盛，我们在里面也得到丰盛。这个丰盛有很多人说，那个丰盛就是属灵的丰盛，就是罪得赦免，就是跟神和好。我告诉你，是，绝对是，可是绝对不只是这样。这个丰盛的原文，它真的用在就很像是那个福杯满溢满出来的那个水的丰盛，就很像是那个上尖下流满出来的稻米，你去涤粮，你去买米，它稻满满满满给你上尖下流连腰带那个满出来的丰盛是多出来。神就是给你这实际物质线上面的丰盛，它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这是新约要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。我们看下一个经文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法上、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经文对你有多么重要？从前我们、以前的我们，我们确实过犯和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。我们过去我们的罪性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其实是死的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，但是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全部的过犯，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而且不只是这样，赦免你就算了，他涂抹，他不是盖住遮盖，他是涂抹。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，比如说什么王大明，你偷看隔壁的小美洗澡，这是罪哦，偷窥是罪嘛，没问题吧？连法律上都是罪，对不对？可是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我们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意思就是。王大明曾经偷看过隔壁的小美洗澡这件事被神涂抹了，完全的涂掉，有碍于，所以大家去想要去找王大明你当初偷看的记录找不到，想要攻击王大明你去偷看隔壁的小美洗澡这件事找不到，神把他涂抹了，攻击我们的一切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一切那一切撤去了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仇敌在攻击你说你这个人过去多么的不对，你以前这样子，你信耶稣以后你还这样，你基督徒你还这样，或者是你怎么什么什么这样，你跟他说，天父已经涂抹了，耶稣已经涂抹了，圣灵已经涂抹了，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通通涂掉了，看不见了，感谢主。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，哥林多后书3:6-9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圣灵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承担的是新约的执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不是靠着，不是凭着那个一句抓住那个话，是凭着圣灵来带领你们。因为那个字句，那一句话是叫你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圣灵要使你得着自由，你在承担的是新约的执事，不再是一直定人家的罪。你在承担的新约执事是告诉别人神爱你，神要祝福你，让大家都能够因为你而蒙福，而你因为上帝而蒙福，把上帝的福带到这世上来。再看下一页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俗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终究我们省略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什么叫做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？什么叫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？很多人说，那可能是律法某一条，就是要受割礼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圣经上很清楚的说，旧约圣经很清楚的说，用字刻在石头上，那个石板这样，用字刻，用指头写是什么？十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，那是赎死的执事。尚且有荣光，你看，何况现在你是属灵的执事，属灵的执事是什么？就是后面讲的嘛，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就是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，告诉别人不可以。称义的执事就是你被称义了，接受耶稣你就被称义了，你就要蒙福，神就为你成就这一切，这叫做称义的执事，这叫做新约的执事，这叫做属灵的执事，这就是上帝要给你的。我们看下一页，定罪的执事。还是有荣光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定罪，还是有神 的工作，没有错。但是称义的执事荣光更大，你要去传扬我们被称义了，只要接受耶稣，
神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你被称义了，这是他给你的祝福，他给你的恩典。让我来为你祷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不再被定罪。定罪的执事是旧约的执事，刻在石头上，用字刻在石头上，旧约的执事。而我们现在是称义的执事，新约的执事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让世人都知道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被称义了。这是你新约的执事，这是你蒙福的源头，这也是你使别人蒙福的源头。上帝祝福你。